宋慧乔瘦出新高度，细肩裙晒锁骨，好身材毕露。韩国女星乔妹宋慧乔与宋仲基结婚后，选择韩剧《男朋友》作为婚后复出做搭档老公的师弟朴宝剑。该剧已于上周四播毕，正处于休息状态的她依旧话题不断，有网友分享她日前为鞋子品牌 Saucony Boni 拍摄的行路，其中一套穿着白色细肩裙，露出性感锁骨及纤细手臂，苗条曲线毕露，相当惹火。乔妹属于易胖体质，天生就有婴儿肥。她曾透露，为了与朴宝剑合作积极减肥，整个人瘦了一圈，成果有目共睹，也反映在她拍摄的鞋子行路上，瘦到锁骨线条明显，手臂纤细，双脚宛如铅笔腿，堪称是她出道来最瘦时期。